者罗琳于台北报道，85岁傅达人胰脏癌末期，烧光毕生积蓄300末，傅瑞士准备安乐死，预计明日上午11时告别世人。经白冰冰公开喊话，趁今天还来得及，如果病痛也可以得到医治舒缓，也许留到某一天又觉得世界很美好，来活主吧。需傅达人三思，傅达人生命倒数一天终结。他在脸书上透露，接受安宁治疗一年，每天腹痛，喝次40 C C 剂量的吗啡，喝少了照痛，喝多了站住都睡着，跌倒呕吐，几乎你是要选安乐死还是折腾死。听闻傅达人死意坚决，白冰冰直言，他决定我们真的予以尊重，他痛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，我们要紧防的是他已经说出口了。男子汉大丈夫，也许有一丝丝后悔，他但是说不要，怕傅达人是碍于男人面子，一年祭出反悔没台阶下，语重心长喊话，可以后悔的，自己的生命自己决定。白冰冰呼吁傅达人回台，终是提供傅达人傅瑞士安乐死。反射自脸书。